男子汉大丈夫坐女人开的摩托车真没面子。啊？这个样子我更没面子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呢？你知不知道你很拽呀？为了趁你我才拽的。这么说我们是天生一对了。来那么快干什么？找死啊！怎么追不上急了？你多买点。我快点，超牌了，超牌了，你欠我30啊！快把零钱给我，谢谢，快给我。你倒挺好心，小心自身难保。长官，啊，什么事？地上的钱是不是你掉下的？这可是血汗钱，小心一点。好，又不见了200块。哎，谢谢你了，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明天晚上飞雪见。哦，明天见。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，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，家人了解之后一个打八个，怕不怕？不怕，就怕八个打一个。要位多少？28。28，大腿吧。这样就更漂亮了。不知道刚才有没有熟人经过看见。你不是输了就烧人家机器吧？你懂什么？用火烧坏里面的弹簧不用钱也能玩。那你不是朱老千吗？如果被人看见，连手都会被打断的。我去给你换零钱啊。好吧，去吧。哎呀，别烦了，快去快去。喂，快拿盆来，快拿盆来。哇，怎么这么多？我让你打个够本儿。光喝胃会痛的，弄10笼8笼点心吃着。我还以为是大锅饭呢，原来是家常便饭啊。吃不完可以包回去。包回去？我怕不够吃呢。这么多人当然不够吃了。各位大哥，喝茶，喝茶，叫你大哥出来跟我阿苏谈吧。怎么你们谈判好像是不分猪肉一样，叫这么多亲戚来？你当大哥死了？喂，你不让回？他是大哥大的女儿。哎呀，不必麻烦大哥了，随便摆平就算了。记住啊，别离开香港，随叫随到。走。你很有种，很多男人好怕我老爸，谁怕过我的手，他就砍掉谁的手。有谁像你这样敢出来陪我喝酒啊？真是无事，喝酒真是无事，酒能乱性，一喝就乱。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你说什么啊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帮个忙，做我的人质吧。做什么人质？我还敢出来？刚刚抢完劫呀！前面的一般听着，我们这厢是皇家警察，你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。别开枪！我是人质，快放他走，我还要赶时间呢。你们不必演戏了，立即弃械投降。走啊！走啊！没我的命令，为什么开枪？对不起，长官。走啊！不走啊！小心，小心干什么？不能过去，很危险的。让我跟女朋友说几句话，不然我跟她就吹了。慢点，慢点，不必太大反应。我跟那个女孩子说几句话。为什么你不肯相信我呢？我认识你这么久，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但是你太自私。是，我是太自私，但是我现在想通了。如果你真的不在乎我有留的话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。阿迪。